山基县的波特山庄来看托尔兄弟的铁门社区。托尔兄弟呢，在波特山庄开了6个盘，那么从最大的户型5000多尺到最小的户型2000多尺，都各个不等，售价呢是80万美金到180万美金之间。对于不同类型的房屋啊，可以说是满足各种各样 consumer 的需求了。那我们今天要参观它的社区是 Canyon Oaks， 它是一个铁门社区，有2栋样板房，6种户型。我们今天呢要参观它的第2栋样板房，这栋户型呢目前已经售光了，但是样板房呢很快也会上市。感兴趣的小伙伴呢，我们要尽早上名单等待。那么这个户型呢，它是 Sage 4到5房，4.5到5.5个洗手间，3车库，5483尺。那么它上一期的售价呢是170万美金起。样板房的风格呢是意大利风格，有很多的白砖加拱门的设计。这个小区它的物业费呢目前是320块钱每个月，小区全部竣工之后呢会变成420块钱每个月。学区信息呢我们放在屏幕上，地税呢只有1.1%，维护成本呢是非常低的。那么托尔呢一向它的品质还有它的装修风格都是特别特别受大家喜爱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全世界各地的人，托尔呢都是一个非常享有很好口碑的一个建商。好了，废话太多了，现在开始去参观吧。92亿的一个市值，非常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个历史。那它的品质啊，无论是它的售前售后啊，包括它的设计中心，那么我个人去呢都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贴心。对了，这边呢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厨空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一下呢？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中厨空间，中厨后面呢是一个尺寸了得的储物室，这种设计呢既隔绝了油烟又便于我们使用，非常的具有功能性。往下走呢，这边有一个洗衣房，旁边呢放了冰箱。知道这个冰箱是干嘛用的吗？在我们美国呢买东西大部分时间，尤其是在加州，我们都是开车去超市买东西的，大包小包买回来到了车库，那么拎着这边一进来呢就可以马上放入冰箱，不用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放，给我们主人呢也省了不少的力气和时间，好贴心呐。Thank you.
有没有让你心动呢？光是那个后院呢、我就很心动了，非常有隐私性，有水，有庭院，有长椅，有各种各样的春夏秋冬，这种后院呢是可以让你心动的。好了，如果对这栋样板房感兴趣的话，快点联系我，我们线上等待名单来提前抢房哦。那么如果对于洛杉矶或者是波特山庄啊、尔湾啊以及周边的房产感兴趣，或者有问题想咨询我的小伙伴，都欢迎联系我。我是 T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就请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就请帮我点个赞吧。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想说一句话，或者是送个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没有必要进到里面的。